来。今天的活动现场呢，就是喊现场，然后就是说我们给领号码牌，那就是一个人就体验二三十分钟。那主要今天的那个独木舟的活动呢，除了是说让让民众来体验这项运动，因为是台中市难得的机会点哈，在这里，所以呢平常都是选手在训练，那今天这两天呢就开放民众来做一个户外的体验。当然重点呢在可以这中间培养兴趣，又能够启发我们对未来可以有兴趣参与我们这样蜻蜓的这项运动的竞技选手。